叫做带你去做耳湾光谱中心的摩天轮。无论你是软萌妹子还是霸气御姐，对于这个摩天轮呢，总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这个诱惑。那么作为耳湾的地标之一，位于我们公司对面的光谱中心呢，成立于1995年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可谓是配套设施十分齐全，具有140多家美食美物逛街购物的好去处，而且呢，这边被称作是遛娃、遛狗、遛老公的好去处之一哦。好，现在今天呢，就跟我们一起来参观一下耳湾的光谱中心。少之又少，本身的耳湾公司在这边是开发了高级的公寓，只住这些单身贵族、白领、金领使用。那巴塞罗那呢，也是位于耳湾光谱中心的小区之一，这两年呢也是热卖之中。最近呢，它的4号、5号样板房已经上市了，感兴趣小伙伴呢，跟我一起来参观一下吧。就是今天的内容，如果你还没有关注的话，就请关注我一下，让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